这趟洛基山号列车是鹰女王的最爱，在欧美也早已成为传奇。360度透明全景车厢，可以全方位体验环球影院的效果的洛基山脉迷人风光。列车驶出车站，乘务员先是殷勤地送上一份美味早餐。曾在米其林星级餐厅受训的洛基山之光列车行政主厨都会从途经地区的丰饶物产中汲取灵感，重新设计一份菜单，着重突出当地特色，将以新鲜当地食材为旅客烹制美味佳肴，然后开启一整天的愉快旅程。他们还会给乘客们讲述历史和自然故事，让整列火车弥漫着欢乐的气氛。洛基山之光是一种豪华双层观光列车，是全方位领略风土人情的最佳途径。列车沿江河而行，穿过古朴的山间小镇，欣赏壮观的峡谷景色，苍翠葱茏的森林和碧蓝澄净的冰川湖将尽收眼底。无论你是火车迷、摄影师还是普通游客，都会被眼前的美而震撼。